怕。轻一点。可以的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喘口气。为了照顾爸爸，不管再苦，我都愿意承担。但有时候，我也希望能有一个人帮忙分担。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爸，我帮你看一下。有时候，爸连身边最亲的人都认不得。老婆，我跟你说，外面不好啊，他今天早上骂我一早上啊。爸，妈去年就走了，我是你女儿。还有，我们家没有外佣，那是大嫂。什么外佣啊？有时候他会突然正常，就像从前那个精明能干的老爸。我靠，脾气不同我好哦，你也不能够出门啊，我也接着好转。